First Blood. Hello， 各位亲爱的观众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桑恩。今天我们带来的是在台服大神榜几乎没人玩，台服呢非常冷门的，算是隐藏神角英雄乌吉。要知道呢，这样的排位号称地狱排位，非常容易输啊。当然呢，五排没这个问题，单排的话呢，完全看你队友脸色，还有看你平时人品怎么样，抽到怎么样的队友。而乌吉呢，竟然可能单排排位都可以很轻松、很秀的带起来。而且也是这版很强的打野，可以很有效克制一些英雄。那首先呢，如果喜欢我们影片，别忘记点个赞，还没订阅考虑订阅打铃铛。那回到我们的乌吉，今天走的是打野路线。你看我们现在一滴血呢，也可以很自信的完全不怂过来吃这个凯撒，吃完呢我们血量就健康了。就算有人过来抢呢，我们也是完全不怕的。过程中我们有护盾，有免伤，有增伤，还有制裁，怎么抢得过我们？如果是频道的观众呢，应该知道我们很久很久以前就喜欢玩乌吉，喜欢玩他走凯撒路，走打野。甚至呢，在乌吉还没改强之前，一开始乌吉刚出的时候呢是洛斯的，后来经过了改强，再后来呢在下洛。到目前这个地步呢，我觉得算是比较平衡了，不会太 OP， 但是也是可以选出来。这边打团呢，我们果断跳进了群中，踩到四人。那我们往敌方的后排打，把后排赶走，同时呢斩杀前面的艾里他们的打野。收到艾里之后呢，再过来追这个特。前期我们是很硬的，这英雄呢伤害是不够的，所以呢成功的把我们击杀。这波资源呢让我们人头反超，成功的逆转。乌吉这英雄呢，我们刚说到克制一些英雄，他特别克制什么呢？那这版本特别流行吹皮高爆发，还有硬控制。吹皮高爆发、硬控制，像是克里希，还有特恩勒斯，还是鲁米尔。再来呢，如果敌方没有位移，那是更好。只要我们收到关键字呢，吹皮高爆发，还有硬控制，乌吉都完全克制他们。毕竟我们技能组呢就是很多段位移，然后呢有很高额的免伤，有八体。我们的蓄力二技能呢和大招都是八体哦，免控的。同时呢也有很高的伤害减免，所以呢是完完全全克制特尔，还是克里希尔，还是任何你想得到没有位移，但是呢打人很痛或者呢很控的英雄。所以呢这把乌吉很好出来。再来呢就是地图物件的重要性了。由于地图物件变得很重要呢，不管是第一条魔龙，还是八分钟的凯撒，十五分钟的凯撒，乌吉呢都可以很好的把物件守下来。这边的敌方又过来反我们的蓝了，那我们也要把这蓝守下来了。一技能加上制裁呢，斩杀线很高，敌方是很难抢得过我们的。然后呢敌方追得太深了，这边呢我们可以拉扯一下，等到队友到，利用大招和一技能撑得非常的久，最后再用我们的位移。那最关键呢就是我们有很多免伤还有位移技能，可以躲避敌方的技能啊伤害啊。之后呢敌方都堵在一个窄口，结果这一波呢敌方很团结，大家都会过来支援，大家全死光。打赢这波团战之后呢，我们赶紧拿下下一个优势，就是拆中路塔。中塔是很重要的关键位啊，只要中塔掉呢，敌方野区也要沦陷。打赢团呢记得要拿点东西，至少反个野怪也好，不然呢这不是杀人游戏哦，是推塔游戏。你单纯杀人敌方复活起来又是拼起拼坐，那没有特别意义。可以推塔就优先推塔，没得推塔呢至少也反个野啊，吃个物件呢。应该是说第一优先是塔，然后是物件，再来呢是反野啊，再来才是杀英雄。除非敌方真的破绽太多了，那也没办法，人头不恼说不过去。我们这边用伤眼一滴血来吃凯撒，有哪只他也可以这么吃的。奈克罗斯也不一定记得回来。很久很久以前的旧版奈克罗斯呢会出撒旦之风，那时候的就记得回来了。有些英雄呢更是可怜了，像是星魁，像星魁跟奇尔呢自己吃凯撒也会吃得很痛苦，他们是打架强。当然我们打架也是很强的，乌吉最大缺点呢就前期清兵清野怪有一点点弱，清兵很快，我们的一技能
不过呢，这个缺点不用被特意放大，主要是呢，通常第一条龙出来之前呢，都不会特别的打架，而敌方呢能够到达，我们也能够抵达，所以呢，这不会形成太大的问题。其实如果敌方前期捞人来集体繁衍呢，我们也可以用一技能跟制裁。而乌鸡呢，我们说了它这么多优点，它有什么缺点呢？有一个挺重要的缺点就是，它其实呢还挺吃操作水平的。比如呢，技能的开启时机，被动叠的好不好，有没有办法在大招团战中呢，不慌张的把被动叠出来。再来呢，就是一技能的蓄力拔刀斩，有没有办法砍中人。这些呢结合起来，那你就可以离一个好的乌鸡不远了。毕竟它全部技能都要操作呀，一二三，还有我们的被动也要。像这边呢，我们可以用大招去扛，先不叫技能哦，一技能留着等他叫瞬移，他瞬完了我们就一技能砍他，他不叫的话也是要死。这边你放了两只，打野跟法师一滴血跑掉了，剩下你魔王就跑不掉了，有多大少优势？敌方这边要回去补血，我们有一点时间，那可以压压这个塔。不一定要把它推掉了，能够磨耗点血量那也好。敌方逐渐复活，那我们就算了，先反个野。说完敌方野呢，这边敌方应该还是不敢出来的。你看小地图呢，他们完全没兵线，没有外面的视野，他也不知道我们队友有没有蹲在这个草那个草，所以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就可以双刺，魔龙跟凯撒同时开动。高门有发个信号呀，而特呢也挺会玩，这边是挺玩心的。有时候呢，加勒遇到的队友会各种意想不到的奇葩，只有你想不到。我还真的遇过各种形形色色的。这边现在打个团了，大招不急着开啊，解锁被动之下呢，我们就有增伤，打人是非常疼的。而且你注意我们吃撞呢，很早就买出王者剑。像我们大招跟一技的关系呢，完全不怕控制哦，收在艾里。不怕控制呢，我觉得是他的一大优点了。希望官方不要连他扒体也罢。以前更狂，那大招是不可选中，甚至可以用来躲防御塔的伤害，甚至直接扛塔。现在的话呢，就要顾忌多一点了。但是我们至少还是有个免伤的。这边呢，把克里斯技能骗一骗呢，点一点这个塔。主要的目的呢，其实这只是调虎离山了。我们原本是要拆中路的，那没关系，继续在敌方野区逗留一下，帮队友占一个视野。敌方的人快要出来，我们先等一等。这边到了尾声呢，我们也拿了好多的参团了，11.05，这完全是顶级打野的数据 KDA 吧。完全的比纳克罗斯还难克。OK， 那他没大招之后呢，他就是一个高爆发没位移的英雄，刚好是我们所克制带走。你魔王我们也不怕哟，杀你也不怕。不管你多少空呢，有我们的一技能就别想空到。这边继续我们的调虎离山了，把人都吸引过来，我们要越夸张越好。那中路跟上路呢，就可以慢慢的摸。这时候上塔已经摸到了，中塔也可以摸到。蝴蝶应该是把他技能交了，清了上路的凯撒先锋。是你呢先拆了中下两路高地，敌方剩两个人，那可以三路全破了。我们是预判敌方的特尔，没想到他已经完全没技能了。这边拿来点击下方一套，拉开。我们被这颗珠宝打得有点惨。不过看来人是还有机会的，等二技能抓好呢，马洛斯的护盾差不多该结束了，二技能带走他之后呢，我们扛了这个珠宝，但没关系，我们有攻速而且有王者剑，虽然打人还是会痛的，拆掉珠宝游戏结束。那以上是在乌鸡走大野位的实战解说。台服呢几乎没人玩，但我觉得这目前版本非常强的英雄乌鸡。那最后呢，我是桑恩，感谢你收看了，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